终究上不了台面，谢娜才主持一期就被换掉，网友特约主持的含义。最近这两年，湖南卫视的主持人谢娜口碑也是直线的下滑，从产子归来之后，当初那个太阳女神也是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更是被网友发现了太多的槽点，不但有了大型粉丝现场脱粉的秀，更是遭到了网友们一轮又一轮的不认可、谩骂等等，呼吁让谢娜退圈的网友也是不在少数。其实有理说理，按照谢娜的主持风格，独自主持一档综艺节目也是可以的，毕竟非常的搞笑，可惜的就是和董卿的对比差距太大，并且我要上春晚这档节目已经在网友心中扎了根，被打上了董卿的标签，因此两人也是拿出来被网友们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对比的结果就是谢娜一无是处，特别是谢娜在主持完第一期之后，很多网友更是露出了胜利的笑容，认为谢娜就是低俗，主持功底太烂，终究就是那一句话，上不了台面。